们是自由发挥。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什么呢？就是这一张环球好乐联名卡。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在这一片巨星当中，为何自由发挥就在这里？就是刚好我们是抽签的，因为呢，对，因为自由发挥这张卡上应该代表最多玩乐的部分，因为这张卡有非常多很厉害的项目，吃喝玩乐通通都有。那这张卡呢，你看非常非常的精美，而且拿到的时候就会是这么大张，对，好要吧？要从口袋里拿的吗？哎，那你刷一下，刷一下，好，然后人家刷，不要闹了。这张卡呢，现在就开始要预购了嘛，因为我们预购呢，就会呢有送这个预购礼。答对，预购礼五选一，但礼物有什么绝对不会跟你随便乱讲。夏天怕热，怕热就要吹什么？吹电风扇 ，Line 这个电风扇的话，你有没有看到上面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机关？为什么？因为它是插 USB 电扇。夏天最怕什么？怕晒，怕晒的话该怎么办？穿出来，来耳机。怕晒的时候呢，你把这个耳机戴上去。不是，防晒乳。防晒乳，因为夏天怕晒，我们好礼五选也有。防晒30PA 加加，好不好？啊，刚刚讲到那个耳机，耳机很重要，拿出来。我们就是音乐公司嘛，当然要听音乐，一天听音乐一边 Happy Go。最厉害的就是这个，我们要怎么样携带这些音乐呢？是储存的一个系统。还有另外一个最厉害，噔噔噔噔噔噔，我们就会送给你环球艺人的 T 恤，但今天没有办法全试，那你不来，你在我胸前。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，你就可以把艺人穿在身上。哪有人这样穿？太变态了吧！还有呢，很多真好康的这个部分，就是凡成为这个我们的卡友，等于你是加入我们环球这个大家庭。大家庭。所以呢，你只要在消费的话，几点数就可以凭这个点数呢兑换 CD 商品跟单曲之外，每个月还要交汇钱。没有吧？没有吧？这好像是交一次这个预购了就有这些好。对，那你这个点数呢，就是除了可以换歌曲之外呢，重点是你可以参加抽奖，抽什么呢？演唱会门票太厉害，也就是说你的这个有在外面消费，你剩下这些红利点数，你还可以再购换实体的唱片或者是数位发行的音乐。演唱会门票、哦、签名 CD、明星周边商品、艺人后台见面机会、开什么玩笑？哎 ，If Maroon 5，If Justin Bieber，If Taylor Swift， 后台见面的机会 ，Come on， 这真的假的？为什么不敢讲自己？哦，我们的不会送，因为没有人要。来，在吃的这个部分，我们也有跟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餐厅做联名，在那边都能基本上享受到打折的优惠。嗯，基本上就是你想要吃多吃少吃到饱，泰式、中式、日式、西式都有，都全部都可以吃到。如果你觉得这样就完了，错。假如你今天心情不好，想要去外面旅行的话，旅行社送给你啊！来，先遮着，先遮着，我告诉你。法国，普罗旺斯11天旅游，普罗旺斯11天旅游，你个只要加入这个，直接我们有机会，你不要那一加入就先拿到这些，这些是我们的合作伙伴，不用抽奖，哎呀，就给你3000块折抵券，哎，厉不厉害？那、你如果觉得法国巴黎不喜欢的话，还好，你想要去土耳其看热气球，哎呀，好去到你荣耀鄂图曼土耳其11天。一样折抵3000元，答对。那你如果觉得太远的话，价没有那么多，或者是没有情侣陪你去啊，你可以去日本散散心，团费的折1000元。那欧洲呢，团体全线行程折抵2000元。Oh my god， 丢粉。那如果呢，你对这个有兴趣的话，欢迎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。